空调尘螨灯要说明空调内部有很多灰尘，要及时去除。空调去除灰尘步骤如下：将空调关闭，然后将其插头拔掉，这样能防止在拆卸滤网的过程中有触电的情况发生。用手轻轻地外抠空调外壳上的两个卡槽卡，将其抠开后打开外盖，然后轻轻地抠开外盖里的两个扣，此时空调外壳能完全打开。等外壳完全打开后，找到滤网，用手把过滤网轻轻地往上推一下后，它就会从空调卡槽中脱离。将滤网放到流动的清水下清洗几遍，将滤网上的灰尘清洗干净，冲洗后放到通风处晾干。过滤网晾干后装到空调卡槽中，然后将空调外盖紧即可。